大家好，我是林栋。今天我要来拍一集很不要脸的东西，其实平时也是很不要脸一下的啦。就是今天一整天出去嘞，就要去蹭吃蹭喝。总之嘞，他们要吃什么，他们要去喝什么，就跟在后面，然后去骗吃骗喝就对了。虽然这样子良心讲起来是过意不去，这种东西都是嘴巴讲爆啦，讲不用钱的嘛，是不是？也是不用钱的嘛。刚刚 UB 那边他讲要拍个 content， 我已经成功做到第一步了。他讲他去吃多么多的糖，什么糖分都不差。对啊，你要请我们吃噻？对呀、啊，真的、啊？真的假的？干！我还会有钱吃的吗？不懂啊。哎，不懂啊，底下有个门姐。总之， okay. 现在我就先请们吃肉骨茶先。哦。哦，那个一流哦，炒我的那个，两条哇哇哇！现在第一餐就来蹭这一个唐僧肉骨茶。你跟我笑什么？笑笑什么？离开机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哇哇哇！哎，叫你 scan 那个二维码 menu， 叫你 scan。scan 这个，你昨天 scan 都买手机，都在你做梦，你去醒了。给你们看一个人，爱丢黑，大三爷，他家木枪要指哪里哦？吃到一半了，这个你看，现在 UB 在拍下来 content， 所以我也不会讲多。哇，给你们看，干的肉骨茶，有干的。怎样好吃啊？好吃。喜欢糖还是干的？我比较喜欢糖。小杨呢？糖的比较符合我的口味。我是比较喜欢糖的，真的。它的糖呢会比较香一点。给看我们干的那个肉，厚道，哎呦，丰富入口即化的，超级嫩的还有。真的是有去取经过的肉就是不一样啊。有念过经的还有肉。哎呦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嗯。还有这个这里啊，糖冰，哇，先泡出来了。这应该是我喝过第二间啊，蛮浓的一间。Best。你看吃到？辣椒干没有吃？不然呢？几开胃哦！来了咯。我们这三个又来说定么走走了咯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全马最秀 YouTuber， 每次中间一直来走走了，在空，在空了，人家拍都是一整天在忙了，我们都是很秀了现在。蛋挞，这有蛋挞？这有卖蛋挞没？哎，我懂了，这边有一个很出名的蛋挞。小杨，熊拍的，不知道买没？对啊，还是切面包吃。蛋挞很大力耶。现在的人一点点懒得排队，另外一间买。太多人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挂了你。没有，直接来。这边帮我说一粒。你要？没有了，开玩笑。下午跟小杨放糖。还有两副站台。小杨喜欢这种啊。不要走。顺便一起。这边。林总啊。我要。哎呀，一个你还可以啦。啊，我整盘都可以了。真的吗？给他放桌，这整店哪去？对。YouTube 做的压力真的很大啊，这个。你会下来这样啊？不会。我也不会。傻傻的。傻傻。你呢？你找谁？找谁这边拍嘞？喂。看一下去哪里给钱。哎，那天，Yes， 拿熊到一个蛋挞。这是你今天红灯啊？啊，我今天我一整天我要熊你们，蹭吃蹭喝这样啊。哎，很好哎，因为省钱一下。可以，反正底下网上会拍红灯，知道吗？顺便请你吃啊。这样子，哇，我真的蹭到很好嘞。喂塞。我刚下午吃了 UB 的肉骨茶，现在还第一次哦，买到我最爱的蛋挞了。说话，你买到蛋挞哎？
哇，爽了呢，穷到一个蛋挞哦。我觉得这 content 呢，应该是我会持续一个系列，也让我很省钱啊。嗯，肯定好智能，为什么嘛？越过水，不是，因为被我给接。老板，老史上最屌 YouTuber 十多 K 了，再100多 K 把我抓 K。你们看，蹲住把我抓 K 嘛。哎，宝贝。这真的是蹭吃蹭喝，你哇！你是做梦，最近 YouTube 不好赚啊？不是 YouTube 不好赚啊，是人生不好过。耶！现在又是一样，来到你们看的上一部影片的那个副刊。我林董今天最好命啊！晚餐就是 Yuki 哥哥请示啊，拍 content， 这是命中注定，老天爷帮助我啊！啊，所以今天就用花钱，真的爽，爽！谢谢老板，不客气，尽管吃，尽管叫。呀，现在又来这边拍 Yuki 的节目，给我讲讲两下一下啊，开始会想了，终于会来这种地方拍了，这边超多东西吃啊！这一集今天来这边拍耶，来这种这么多吃麦吃，你们知道是拍什么啊？你吃我吃啊！不过这一集的会比较特别一点，对，我然后又很乱，那刚刚我们吵架要打架，今天搞乱的要死，你们乱吧，我还没有解释清楚。妈的，那林董长到这样黑，每天拿 UG 的 cam 乱乱玩。今天我们会拿 cam 来乱乱玩。林董啊，我知道你不会剪的，所以我们就讲你的坏话。别以为你长像印度人，你也这样转。剪到他 LV 头一下哦，先蹭吃蹭喝，我妈的，可以用我钱哦，干。有话讲。哎，吃了吃了。然后我今天用了多少餐了啊？三餐啊，一餐肉骨茶、蛋挞跟这个，看到看起来有没有跟那个再摸一轮？还有水也是哎，两杯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所以你们问我，终于是帮 Yuki 讲话。不是因为 steady， 我不帮他讲话啊，就没饭吃了。对吧？对吧？对，你看吃饭吃到这样。哇老哎，原本呢就想要给你们看看一下，啾啾一下，一走走一下的。哎呀，下雨啊！那雨下到这样大，这样密，哇老！没想起到还在马六甲的。人家下到去又变落汤鸡了嘞！哇，这个地方我真的没有来过哎，所以我们就是想来走走看一下，秀一下嘛。不然你们就觉得我整个可能就是在拍片翅膀，你看 wiper 会飞掉嘛？哇！哎，看来会不会停雨啦？会的话，我就下去拍拍给你们看一下，而且很漂亮哎，这边。我要看啊，拍 content 容易啊。哦，哇，给你们看美女，喂塞！其实也不遗憾啦，至少有看到美女啦哦。哎，你驾车嘞？你看路边看美女嘞喂。2000 years later。哎，结果那边还是下着大雨，我们就回到来老地方了。走啦，你喝茶好了，我过来做摩了。陈德肉，大陈德肉。我现在我要做我最后一次的过分了，我要穷他最后一餐。我只要喝罢了可以吗？喝罢了。好，喝罢了，我不要吃。OK 啊？对。可以啊，你讲啦，什么都可以凶啊。你要喝不？姐，不客气有嘞，找我谁啊？五年了。又给林董骗了一个，他一个还。不用钱了就不爽。有鸡？哪路？那哪路路啊？在凶啊，东西吃了。喂，他开始喂了。什么都可以吃，就是这个可以吃。真的没？他的最爱。用了，用到了。喂 ，OK， 肉圆给三粒吗？一人一粒来。喂，没有。就我最爱。他是有点那种什么啊？食物占有欲啊哈。其实哦，这边大城哦，每次就是我们去的最后一站了。用钱了就是爽。前面的那边来了，要去我懒惰拍了。也是一样的计划，懒惰剪了。喜欢的话，订阅这份分享，订阅老纪、老杨，所以感谢他们今天 steady 的包我一整天的费用。下次你包我们哦。可以。如果这影片破1000个赞，你包回我们两个人的费用。没有问题，破1000个赞我包他们两个。OK， 拜。